多人在讲说，你到一个国家，到一个地方，你要了解这个地方的最好的部分就是看它的街头文化，街头是不是有很多艺术品啊、雕塑啦、装置艺术什么啊，甚至有没有很多街头艺人表演，这是最容易去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水平、最容易评鉴的一个地方。林思雨和张雪晴共同组成双人唱歌团体，两人透过公益团而认识，当初考取街头艺人证也是为了公益的演出。2023年7月，他们在嘉义市文化公园的表演，恰好遇到外国朋友来旅游，便邀请他们一起跳舞，现场十分热络。关于那一次的我们外国人，我觉得是纯属意外的，就是外国人是因为他们是刚刚好呢，就是坐那个游览车下来，结果呢我们刚好在唱这个电歌曲，然后他们就嗨啦。虽然我不会讲英文啊，但是呢我就直接就跟他讲 Hello my friend， come on come on come on跳舞，哎，结果他们就来了，结果就嗨起来了。嘉义人比较热情，其实我们嘉义人的打赏方式跟真的跟外县是别的真的不一样。对，而且我觉得嘉义市已经有把这个街头艺人，这属于风向吧，是带的真的很好哦。对，我们政府就是固定那几个地方让他在，然后大家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有谁谁谁，然后就在那个现场，他们就在现场等。其实像我们有一些这个高雄的朋友啊、台南的朋友、台北的朋友啊，他们也都在讲。其实他们也很喜欢来我们嘉义。街头艺人合法化之前，在街头表演会被警察驱赶，因此台湾街头艺人发展协会的创办人张伯威想要改变台湾社会对街头艺人的观念以及制度，积极推动合法化证照，希望营造出街头及舞台处处有艺人的街头文化。第一个，把这个公共空间的使用权把它争取回来。第二个，我创造了很多年轻人的机会，退休人的一个休闲的出路，甚至于有些我们讲在青壮年的这些有很重的家庭负担的这些人士，有时候他们也会利用假日的时候，他会出来做一点街头表演，补贴家用。坦白讲，我当年在推的时候，只是从推动观光加分的这个角度，结果后来没想到影响到的层面，哇，是这么的全面。街头艺人呢，他属于是非常的接地气的，很简单嘛。我们没有华丽的舞台啊，我们所踩的地方没有红色地毯，我们所踩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土地上面。然后呢，我们跟观众的互动是最亲近的，带给我们就很快乐，心情都很好，说听听歌啦，就可以啊呢，解除一些那个心理的压力啊呢。做人真好啊呢，做好乐的啊呢啦。因哦，去角角对，我都拢会对。这种表演看起来就很轻松，啊，就觉得好像哈、哦，会还想要起来跟着他们一起跳。本来不认识，大家都变成粉丝，都变成大家都是一层粉丝团，变成朋友。嘉义市街头艺人取得证照的方式原本为考试制度，由专业评审及文化局人员对表演团体进行评分。为了鼓励表演艺术多元发展，嘉义市政府文化局在2021年时改为登记制度，只要登记申请即可获得表演证照。根据政府资料开放平台对嘉义市街头艺人的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考试制度实行下的街头艺人有398组，改为登记制度后数量增加到1237组，可以看到街头艺人的数量有明显的增加。各式各样的表演加入，为整个行业带来更多的创意和多元性，同时却也造成热门表演场地的申请人数增加，场地的竞争更加激烈。申请制的开始一下暴增700组，你看700组，以前才300多组而已哦，就已经不是很好申请。你看再一波多700组，你看1000多，你看怎么申请？一个月才多少场次？像我们有时候，我们10月份那时候，我们就连一场就是都没有，连申请都没办法。所以而且是参差不全。说实在，有些不是说我们要说别的街头艺人这样，政府这样子的话都不把关，就是变成说，其实居民也会困扰，大家也是想要听好听的歌曲，可是。只要你是申请的，说实在，什么样的方式的都有。我非常清楚，有很多的长期靠街头表演的维生的这些艺术家们，变成无法维持生活，因为目前官方的管理方式是必须要在我限定的区域表演，而现在呢，因为大家开始只要申请就过，所以变成表演场地少，申请的人多，然后就怎么样，就要抽签。
所以常常呢，以前他一个月可以在那边表演，可能20天，结果现在一个月搞不好2天3天，因为让其他的我们讲就是可能还不是很纯熟的人出来跟他们抢场地。我认为在重点区域，政府责无旁贷，还是得要把关，通过才能去。其他没有的，你就到其他的公共空间，就像类似这边哦，有超过8公尺，好，这里就可以表演了。成为街头艺人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要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脱颖而出，除了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特点之外，也要珍惜每一场的表演，才能在众多街头艺人中获得更多的支持。要做这个街头艺人的话，第一点你要去认定自己，对 ，OK 及不 OK， 而且你的定位在哪里？对，其实街头艺人很多百百种，可是你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样，一定要有特殊性，你才会比较好。因为唱歌人太多了，太会唱的真的很多，那你要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你就要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啊，我要来写那个吞火箭，吞剑的，我家有吞火箭，对不对？吞火箭，对啊。登记制度让有表演热忱的民众皆可申请成为街头艺人，但同时也会造成场地供不应求的问题发生。因此，在现今众多的街头表演者中，能做的就是不断将自己的作品提升，才能在这行业上占有一席之地。三G啊，三G，姐姐三G，OK，OK。